五，和帅哥及帅哥的普男朋友出门，忽略普男。状况六，和相同水平的女性出门，综合颜值、社交手腕、人际关系等因素，年轻的女性会将和自己相同水平的人视为竞争对手，尽管不愿意帮对方增加人气，但碍于社群软体中的礼规则，不得不在现实动态中标记对方的账号。应对方式是将对方标记在最右边，一点就会跑到下一则现实动态，怎么点都点不进去。在这个网络普及的时代，年轻族群的社交方式已转到了社群平台，追踪、标记、#、现实动态等功能，看似毫无约束，却早已有了一套年轻人的默认且严谨的社会规范。身在这个时代，也同样受社群软体制约的我，在这边就带各位认识一下年轻女性的现实动态交战守则。状况一，和受欢迎的人或姐妹出门，正脸颊标记。如果对方是女性，顺便帮她修图是基本礼仪，这是维系那薄弱友谊的重要手段。状况二，和公认的帅哥出门，拍得很神秘加标记，营造一种似是而非、说莫不定的神秘感，使人误会是重要的课题。同时为了展示身价而标记帅哥本人的账号。状况三，和普男出门，拍得很神秘但不标记，为了更进一步加强观者的好奇心，不标记同行者，同时营造出一种自己是友伴的氛围。状况四，和工具人出门，直接忽略，宁愿搞得像自己出门。状况五，和帅哥及帅哥的普男朋友出门，忽略普男。状况六，和相同水平的女性出门，综合颜值、社交手腕、人际关系等因素，年轻的女性会将和自己相同水平的人视为竞争对手，尽管不愿意帮对方增加人气，但碍于社群软体中的礼规则，不得不在现实动态中标记对方的账号。应对方式是将对方标记在最右边，一点就会跑到下一则现实动态，怎么点都点不进去。以上就是年轻女性的现实动态交战守则，希望各位能从这空洞的影片中学习到些许毫无用处的知识，将之化为自己的血肉，以便在这社群软体纵横的年代走跳得更加自在。